本节目每周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播，欢迎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。青岛的路虎女啊打人事件呢确实太嚣张了，各地退伍军人开车到青岛来支援这个退伍军人小林，官方呢对他们还是很忌惮的，他肯定是有很大的后台的嘛，他也是个师长，而且还兼是公安局局长。现役的军人和退伍的军人之间千丝万缕，老兵的行动有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役军人的一丝不满。李自成其实就是被辞退的这个役卒嘛，也算是退伍老兵了。退伍老兵的所谓闹事的问题呢，这是中共政权的一个大隐忧。歼十飞一个多小时吧，100万人民币每，几十个架次去绕台湾飞一圈，意义就没了。军队的消耗太大，要压缩他的经费。归根结底还是没钱了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了，因为中共体制它这个统治的成本呢非常的巨大。请订阅精英论坛在干净世界的频道，本节目每周二和周五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，欢迎大家关注收看。